中国重庆国际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举行，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带来了特种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智能家居等先进机器人技术和设备参展。 中国重庆国际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举行，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带来了特种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智能家居等先进机器人技术和设备参展。